来通知，忽然间出现在伊面头前，一定欢喜甲挡袂牢。阿娘话，老母一定哦，这声有哪真空？你安尼传遐侪感谢了，咱头一届大家做伙食饭，当然嘛要传较细草。啊，干咪小秋来催啊？小秋，爸，啊你哪来啊？行李吧，行李吧。你哪无甲我通知啊？我想讲要让你欢喜一下，啊，哪知你嘛无甲我通知，这个查某先出现在你住的所在。哎，啊，咱就这一年无见面，讲话敢无影较好找？爸。是我叫妈搬来我家住啊，而且你之前不是嘛吩咐艾薇叫伊去找伊？我叫艾薇去找伊是无唔对，但是我无叫你甲接倒来遮住啊。小美少，你是咪搁去用放生啊？啊无是安怎呢？搁走倒来找阮后生，啊伫个遮安怎占地为王了？恁后生敢毋是阮后生？啊唔对啦。我是有对不起郑凯，也不过即马我已经跟你离婚了，我不是恁某，讲话唔免遐尼啊歹声嗽。哎呦，啊你讲到敢那袂输你掉呢？你敢敢讲你完全拢无对不起我？哼，你含做人的某囝基本条件敢做够？三从四德我还要念互你听无？在嫁丈夫，嫁人丈夫，夫婿相处，啊四德还要念无？查甫人嘛有三种素质，你敢知？某的讲的话爱听从，某的命令你都爱遵从，某若要出门你都爱跟从。嗯，甲你咧毛毛虫咧，啥咧乌白边，你什么歪理啊？爸，妈讲的是胡适之类名言。什么字我唔捌啊？郑凯。唔免甲你爸爸讲遐尼啊济啊，伊自少年到即阵哦，拢是迄个脾气袂改啊。我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唔才挡袂掉。嗯，我到底挡会掉你咧？阿凯，当初阮两个离婚，你听清楚哦，唔是我去互放散，是我甲离掉的。而且我叫艾薇去找伊，是想讲你心内迄个乌影，看会怎放下无？紧交一个好女朋友，过一个新的人生。想袂到你心内王爷无放下无大劲，搁甲这颗查某带来甲你大做伙，袂输干那安尼吼，阴暝的安尼甜条条高高甜，啊！若拄到你这种阴暝哦，规气我甲你烧掉，我来退退退掉。讲好啊，袂？妈，爸，你莫甲吵啊。对了，爸，小等下我要去见阿姐牛肉面店食火锅，啊，今日你拢来啊，咱走去。不过我来讲。我拜托你，莫像平常时安尼说说呀嘛。哎，阿凯啊，安尼你就误会爸爸啦。你就知影吼，我绝对唔是迄种爱说说念的人。人隔壁大家拢叫我是生化一哥呢。啊，若要食火锅，我当然嘛足愿意甲你去啊。问题是，我袂应该咧只好坐工桌啦。若甲伊坐工桌食火锅吼，唔是火锅，迄是火药，不管是会爆炸。你不爱去，莫去，咱母仔囝家己来食。你拄则敢有听着我讲我不爱去，我要去。